就爆炸了。看哥哥，看哥哥，哥哥也不知道这个呀，哥哥也不认识。真棒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牌了啊！撅嘴干嘛呀？嗨，走，我们去吃饭好不好？去吃饭吗？真的呀，走。轻松跟着大家，无论相隔百步，时代的心间，一步步，一点点，游走在爱情边缘。你又在哭泣，我给不了安慰，我又在摇头，有那么点后悔。爱情的发展已难以回头，却无法往前走。
So sad.